嘅，係香港民民嘅。話我而家佢又或者就係社署九樓嗰度，聯合國辦事處、民民辦事處正座啦。因為我已經嚟香港好多年噶啦，已經失面自為我係真嘅人民民民，但係佢哋唔準我做嘢，唔準我乜嘢都唔做，都唔安排我去另外一個地方。我有權做人噶啦，點解呢個世界唔俾我有一個正常嘅生活？點解我唔可以結翻有一個就係妻子同佢一齊生子女，係一個安定嘅地方呢？咁我哋都聽到咁樣嘅消息，咁我都有入去慰問佢啦，係支持佢。跟住另外一位姊妹都係你呀你呀，咁啊有時你哋都會見佢哋嚟呢度參加我哋舉大嘅課啦。佢都入去嗰度靜坐，而家佢哋琴晚喺嗰度過夜啦。咁啊都有其他人，包括新嘅呢、這個即係民陣嘅召集人啊之餘咧。都入去嗰度支持佢嘅。點解咁講？因為今日講家庭啦，就係創世記同埋呢個耶穌福音。咁有時家庭咧都係冇咁簡單噶啦，可以平時生活。係有一首歌係嗰啲 BGS 嘅，佢話我哋。彼此相愛，點解你哋有分開我哋嘅？咁咪點解呢個社會俾呢啲就係最惡嘅情況，就係滅咗我哋嘅團結嘅？所以咧就係今日就係耶穌講嘅説話，唔可以好似法利賽人咁樣。就係、是、都係解釋佢，法利賽人咧就係話啊，梅瑟講法律，我哋要跟梅瑟法律而做人噶啦。咁啊，丈夫咧就係、是、覺得嗰個弟弟唔得，咁我要休佢啦。我話唔買啦，大家都係兄弟姊妹啊，大家都係就係要。團結一致，咁啊丈夫有權，太太都有權，不過咧，盡量真係繼續彼此相愛。可惜有啲人嗰啲法理，有啲人似法理賽人咧，想分開人哋，所以睇下耶穌會唔會拆爛法律？耶穌話唔好意思，呢啲法律。不是我的法律的，我不跟法律，我跟愛的指示，我跟就是聖經所說的天主的道路，我跟天主的計劃，天父尊重宇宙，尊重人類，因為希望有愛，而不是因為要有法律，那些規矩，我們有不得那些規矩。所以我耶穌和姑奶一對夫婦真真正正地彼此相愛，冇被呢個世界嘅魔怪嘅力量分開佢哋。因為好多錢咧就係、是、離婚或者唔同居，就係、是、都係因為社會嘅影響，或者因為錢嘅問題咧、房屋嘅問題咧、仔女嘅問題等等。所以就話。好多次咧，就都有呢啲因素，就係變爛，就係啲家庭嘅情緒。當然，就係都有自己每一個人嘅責任。所以咧，就話我哋都要覺得我哋自己嘅精神同埋自己嘅肉軀，都喺天主面前我有家庭嘅。以前咧就教會成日都話。啊！另外最緊要個心理問身體嗰啲嘢唔好啦，就係嗰啲就係唔係啦，
在今日的福音果證了一對夫婦會變壞一體，就是都是在我們的身體我們物質上的東西在天主面前是神聖的。就是、所以呢、就是、最重要是看人哋的心，人哋的心呢就會不會不定地尋找愛呢？佢都唔愛我，我點有愛佢嘅？佢都乜乜乜？咁呢方面呢，我哋都要還翻今日嘅本來有聖方濟接禮嘅，今日聖方濟嘅。所以呢，就話方濟點講呢？就算人哋唔愛我，我都要愛人哋啦。啊，呢、這個真係～是一個非常之高級的愛啦，咁啊，所以咧就係希望咧，我哋常常主做基督徒咧，我哋要出去愛人哋先，愛我哋自己嘅仔子，我哋愛我哋嘅丈夫啦，愛我哋嘅仔女，愛我哋嘅團體嘅兄弟姊妹，愛社會上所有嘅兄弟姊妹，所以。都是而家我哋有幾位兄弟姊妹都話應該啊，就係喺呢個我哋嘅接禮嘅時候咧，都係請埋菲律賓姊妹咧嚟參加我哋嘅嗰個接禮嘅活動噶啦。甚至而家我哋有多民民咧都嚟參加星期六、星期日我哋嘅活動，希望佢哋都有啲可以出嚟啦。咁呢個世界咧就成為一家，今日耶穌所講的家庭，不單止是我們自己每一個人的家庭，都是我們的團體要成為一個大家庭。我們教會要被人被擺，我們無論屬於什麼民族、什麼地方、什麼的就是國家，都是一家，我們全部的人沒什麼分開國家或者民族的就係情況，所以我哋繼續喺呢一代嘅心感謝上主，因為佢嘅最初嘅計劃係將佢嘅愛成為人啦，愛成為人類啦，愛成為世界，包括動物每個動物嗰啲乜嘢世界上嘅嘢，都係屬於愛嘅計劃。希望我們作基督徒呢是將這種愛就是越來越多在這個世界上發展。